开饭了，来给我媳妇儿整一个大海螺，来一个，这个海螺得半斤啊，哇，太多了，教大家怎么吃海螺啊，看不见，哇，转出来啊，慢点啊，黄线不要断，哎，断了，把裤衩去了，裤衩去了。干脑把它取出来，干脑啊，这吃多会头用，这块肉都能吃啊，来媳妇儿，哎，我得把黄抠出来，这个黄是精华呀，哇，来媳妇儿尝尝，像不像媳妇儿？像，你吃吧。好嘞。嗯。